你好，我是苏培军。从2005年，我就在新加坡从事房地产买卖，也帮了许多海内外客户分析与投资新加坡房产。这些年来，我也从新加坡房市的转变和客户群的不同经历，吸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。我希望能根据您对新加坡房产的需求，加以探讨不同投资策略与选项，避免一些客户曾经忽略的事项，以达到最佳结果。新加坡近年来也吸引了许多不同国家的高净值人士，设立家族办公室，把财富管理系统化、专业化。当然，房地产也是重点投资项目之一。我在新加坡高档住宅区，如乌节路、五级芝麻学府区、滨海湾、圣淘沙等区域都非常熟悉，随时能与您分析供需事项以及有关的房市走向。好，那我的新加坡手机号呢，是96971131，让我重复96971131，请随时联系，期待有缘与您会面，谢谢。